你啥戏你也不说，你也不。你来，你比较有经验。啥经验？我有经验给你整懵了。咱们这部戏呢叫做《仲夏满天星》，然后呢讲述的是大明星金泽一，比较傲娇的金泽一和音乐老师饰演的骆天然啊，我们发生了一些奇奇妙妙的关于恋爱、关于生活、关于工作、关于爱情、关于友情的一些故事。具体的内容呢，就请大家看了我们的新剧《仲夏满天星》就知道了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支持我们。